二年级同学们，早上好。我们开始今天的活动之前呢，我们先一起祷告，一起祷告。好，手放好，闭上眼睛，跟着老师。上帝，感谢您给我们健康的身体，给家人健康的身体，给老师们健康的身体。现在我们要学习和游戏，希望上帝保佑我们天天安康，天天进步。阿们。好，那李老师在这里非常高兴可以跟你们一起见面。为什么用这样见面呢？因为我们是视频见面，而不是面对面啊、哦。那个是希望是很快我们可以再见面。那虽然是疫情还在，还把我们隔离了三个多月吧，不见面。但是李老师在这里希望我们不要灰心，不要放弃。只要还活着，所谓的希望呢，那还在啊。啊，那你们的假期 holiday 将到了，你们要充实自己，安排你们的时间，有玩的时间，有看书学习的时间，学习不必等时间。但是时间呢，不等你们。这个好好想老师说的话啊。然后，同学们呢，这个疫情 COVID 过了以后 ，When it's over， 我们还是要勤洗手、勤洗澡，要爱干净，要吃营养的东西啊，还有。在家里是多运动啊，因为这个是我们可以健康的唯一的路啊。那希望你们的今天的活动会很开心，大家加油，加油再加油。
同学们，你们今天开心吗？今天我们的活动就到此结束。我们还没有结束之前，我们先一起祷告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准备一下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一二三。上帝，谢谢你给我们快乐的一天。今天我们可以一起玩，一起开心。希望今年的疫情可以快快的结束，可以快快的过去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学校一起玩，可以跟老师一起玩。谢谢上帝，阿们。再见，同学们。